各位特战士兵们，这里是使命召唤现代战争武器指南。本系列节目会全方位的讲解现代战争多人对战中各类枪械的详细性能、具体数据以及配装建议。本期第一次涉及霰弹枪的相关内容，介绍 M680 蹦动霰弹枪。 M680 霰弹枪的原型为雷明登870 MCS 型霰弹枪，是美国雷明登公司于上世纪50年代推出的主力霰弹枪产品。泵动操作的870通过管式弹仓供弹，并采用了双动式结构以及内部击锤的设计，具有坚固耐用、性能可靠、性价比高等优点。 M870 在民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后，更得到了警方和军方的青睐，是目前美国史上累计销量最高的泵动霰弹枪。最新的870系列为 M870 模块化战斗霰弹枪，简称 MCS。 870MCS 通过组合不同的部件来适应各种状况下的需求，可在超短的辅助武器或全长的主要战斗武器之间进行转换。例如常见的步枪下挂霰弹 Master Key 就是由 870MCS 缩短枪管改造而来。在现代战争2019的设定中，虚构的美国军工企业 XRK 以870原型研制出 M680 霰弹枪，而且本作中 M680 只有在空舱换弹时才会拉动泵动手柄，中途填装并不会做出多余的拉泵操作。这是自使命召唤3以来系列作品中唯一一次正确的还原了泵动霰弹枪的换弹操作。在多人对战中， M680 在自定义系统开放后即可解锁使用，而本作中霰弹枪的伤害机制为每一发子弹包含8个弹丸，在命中敌人时只能造成最高伤害的4个弹丸计入到总伤害中。和其他霰弹枪相比， M680 在本作中属于大威力霰弹枪的定位，总体分为两个主要的身体伤害部位，命中大腿以上部位的伤害为 1.0 到 1.04 倍，命中膝盖以下的部位则为 0.8 倍伤害。在射程方面， M680 具有三次射程衰减，以大腿伤害为基准威力，在 3.5 米以内单个弹丸威力为100点，只要命中上半身即可秒杀，在 3.5 至 4.5 范围内弹丸威力为34点，命中3个弹丸才能致死，4.5 米至 14.5 米内则进一步降低至25，是单发霰弹最大的致死距离。 14.5 米至25米每个弹丸只有18点威力，无论如何都至少需要两发才能毙敌。 M680 的极限射程是25米，无法命中任何此距离外的目标。 Stopping Power 大威力弹药总体会提升 1.2 倍的伤害，并额外提供8发弹药，但是只影响第一段命中脚步时的毙敌效率，对其他射程伤害没有质的改变。此外 SP 弹药还会无视当前弹仓内剩余弹药直接强行填装，不过换弹动作和装备了灵巧快手时一样。如同历代作品，本作霰弹枪默认情况下均没有任何的穿透性能，使用全金属背甲弹特长以后才会增加轻微的穿透力。那么总体来看， M680 的威力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在它的主要作战半径内还是能够保持不错的致死效果。M680 拥有三个枪管配件，第一个18英寸 XRK 解放者枪管可以提升 15% 的射程，同时缩小一度的弹丸散布范围，而负面效果仅仅为增加25毫秒的举枪瞄准速度，综合来看可以作为 M680 的主力枪管。第二款14英寸 XRK 特警枪管则主打机动性，提升 2% 的移动速度以及 4.5% 的举枪移动速度，并减少30毫秒举枪瞄准时间，但缺点也非常明显，不仅减少 18% 的射程，并扩大 1.5 度的盲射精度，而且因为枪管长度的缩短，装弹量也缩短至5发，负面的影响不容忽视。最后一款30英寸 XRK 比赛枪管也不要被其枪管长度所误导，其增加的射程要差于18英寸枪管，只有 10% 的提升， 0.5 度的弹丸散布增益也要小于后者，而且举枪瞄准速度会大幅度提高60毫秒，移动速度也会降低 3.5%。 这款枪管的主要意义在于增加了两发的弹仓容量。鉴于霰弹枪对射程比较敏感，再介绍一下膛口配件中可以影响射程的配件。在 M680 上，一体式消音器和通常的表现有所不同，只能提升 4%， 大约半米左右的射程，还会增加35毫秒举枪瞄准时间。相比之下，枪口收缩器也可以增加相同的射程，同时减少 0.5 度的弹丸散布，而且只会轻微增加10毫秒的举枪瞄准时间。但 M680 最强的膛口配件应该为 FSS 掠夺者消音器，在提供消音功能的同时可以大幅度提升 25% 的射程，而且举枪弹丸散布也会减小 0.5 度，缺点也只是会增加35毫秒的举枪瞄准时间，但瑕不掩瑜是 M680 的必备配件之一。作为一款泵动霰弹枪，输出方面是 M680 的最大软肋，每发霰弹激发时间就要466毫秒，再结合400毫秒的拉泵时间，整体综合射速约为69发每分钟，
而且和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在本作中，即便玩家通过其他操作中断了拉泵的动作，再切换回 M680 时，依旧要将拉泵动作做完。所以在射击快速切枪后，一定要提前切换回 M680， 以保证时刻处在待命的状态。所以总体来看， M680 传统泵动喷的特点让其成为了容错率最低的霰弹枪，也难以同时对抗多个敌人。 M680 采用了带有罩门呼翼的颤拱式机械瞄具，在默认霰弹模式下使用完全没有问题，但在使用毒头弹对中距离进行弹道调整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总体来说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而操控性方面，后坐力是霰弹枪不需要考虑的属性，但需要关注弹丸散布的性能。 M680 在钥匙状态下弹丸散布角度为5度，若进入到举枪瞄准状态下则会减少 50% 的弹丸散布面积，这也是历代传统的原力设定。在装备一些辅助配件后， M680 在中距离也能保持非常密集的弹丸精度。那综合来看，在综合状态下， M680 具有霰弹枪中尤其是举枪时最好的弹丸散布性能。M680 具有比较平均的机动力，默认移动速度为 91.5%， 瞄准移动速度为 53%， 使用枪托的配件还可以进一步提升。而操控速度方面， M680 的举枪瞄准速度为340毫秒，退出奔跑时间为283毫秒，退出战术冲刺时间则为常规的416毫秒。和其他霰弹枪相比，以胎枪射击为主的 M680 在举枪速度上处于垫底的水平，但是退出奔跑时间却有一帧的速度优势，而其他更适合盲射的霰弹枪却正好相反，不过好在差距并不大。在续航方面， M680 使用12号千径霰弹，和本作所有主武器中的霰弹枪共享弹药，但是不兼容于.357蛇弹以及步枪下挂副警长12号弹药。鉴于目前725还算比较流行，因此 M680 的战场补给也并不是特别的短缺。 M680 默认弹仓为8发，携带16发备弹，稍稍有些紧张。可以影响 M680 的弹药配件共计有4个，加长弹筒可以增加2发弹药，最终容量根据枪管类型而定。而毒头弹则采用另一套伤害系统，稍后再详细介绍。此外，因为 M680 弹仓结构的原因，使用长度较短的14英寸 XRK 特警枪管只可容纳5发弹药，相反30英寸 XRK 比赛枪管则可以增加2发弹药，配合加长弹筒最高可至12发。而 M680 作为泵动霰弹枪，换弹速度也是它的一个短板，如果中途换弹的话，每添装1发子弹耗时 0.76 秒，最终紧随一个 0.76 秒的硬直时间。如果是空仓换弹的话，最后会有一个耗时1秒钟的拉泵动作收尾，但如视频开头所说，本作中拉泵动作只会出现在完整添装的最后。安装灵巧快手特长以后，单发换弹时间会缩短至 0.56 秒，而且换弹动作也有所改变，特别是在举枪状态下也是以翻转枪身的姿势装弹，虽然保持了放大倍率，但是无法再借助机瞄进行瞄准。那总而言之，鉴于 M680 的换弹方式，对其增加弹仓容量的意义并不大，而且默认的8发续航也足以面对一次中等强度的交火。虽然其较长的换弹时间会拖沓战斗节奏，但只要充分利用战斗后回血的间歇，见缝插针的装上几发，也不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那么再聊一下毒头弹配件，作为本作中全部霰弹枪都能安装的配件，毒头弹具有独特的伤害系统，而且每款霰弹枪上都有不小的差异。首先 M680 在使用毒头弹时无法随意切换回常规霰弹，其身体伤害加成分为4个区域，命中头部和颈部时为 1.6 倍，胸部时为 1.2 倍，腹部和手部时为基准值，而腿部则为 0.7 倍。在射程方面， M680 毒头弹也同样具有3次射程衰减，在 2.5 米的极近距离内命中腿部以上部位都可致死，腿部伤害为70， 2.5 米到 15.5 米距离内基准威力则降低至90，命中手臂和腹部不再致死。 15.5 米至 30.5 米上胸部的伤害也会降低至90，只有爆头才能做到秒杀，而 30.5 米以外无论如何都需要2发才能毙敌，对应的 TTK 接近1秒钟。 Stopping Power 大威力弹药总体会对除头部以外的部位提升接近 1.5 倍的伤害，而且对颈部的伤害加长高达2倍，在命中脖子时贴身距离的伤害高达320点，极限距离也可以做到一枪毙命。那么经过总结，使用大威力弹药后，在 15.5 米以内命中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做到秒杀，15.5 米至 30.5 米之间衰减至腿部以上部位，而 30.5 米以外的极限射程只有打中胸口以及脖子才能够做到致死。此外，毒头弹还具有中等偏高的穿透性能，可对薄掩体后的有生敌人带来不错的穿透杀伤效果。那总体来看，毒头弹这个配件在本作的环境中还是比较鸡肋的，至少对于 M680 来说，在15米左右的射程上，普通霰弹也能够保持比较不错的威力，
而督头弹此时也只能做到爆头秒杀，威力并没有体现出远距离打击的优势，而且还要牺牲近距离盲射输出时的宽容度。虽然督头弹配合大 V 弹药时的数据看起来比较美好，但实际使用体验着实令人无法恭维。那么本期视频会利用一定的篇幅介绍几款 M680 的蓝图，当玩家在发售前预购特战版或者现在购买战斗通行证版本的游戏，即可获得不留活口特战包，其中就包含 M680 蓝图得心应手。这款变种只携带一个增加瞄准时稳定性的配件洛克伍德高精度护目，在功能上给玩家带来的帮助十分的有限，但是这款变种的意义在于其外观致敬了《使命召唤4》同名关卡不留活口中的场景。在这个经典关卡中， SAS 小队在雨夜的白令海峡集齐了爱沙尼亚货轮，执行寻找包裹的特种任务，而队友盖兹在突破货舱时则拿出了他的 W1200 蹦动霰弹枪，并留下了经典台词，近战我喜欢用这个。为了还原这个场景，得心应手全枪带有淋湿的视觉特效，护目和枪管的细节也向这关中出现的 W1200 靠拢。现代战争系列的老玩家见到这款蓝图时肯定会倍感焦急。那么接下来，当玩家在游戏发售之初的第0赛季期间达到了军衔等级55级时，即可自动获得 M680 蓝图无声杀手，那么在当前赛季是无法再次获得。不过这款变种对外观的改变并不明显，只是略微增加了一些做旧的效果。在配件方面，这款变种自带枪管下挂以及枪托位置的洛克伍德高精度护目，以及独特外观的圆筒式 FSS 掠夺者相应器。前面两个增加瞄准稳定性的配件无关紧要，但是 FSS 掠夺者作为 M680 后期的关键性配件，能够带来明显的射程提升效果。如果你在第0赛季拿到了这个蓝图，而且还没有尝试接触 M680， 那么这款变种非常适合用来上手，只要对其他四个配件槽稍作调整，就能达到不错的战斗力。那么在之前的第一赛季中，玩家在购买战斗通行证并达到65级时，可以解锁 M680 武器蓝图喷射器。根据设定介绍，这款变种是由泰普斯武器公司生产的豪华版改装，因此在外形上与原版 M680 相比进行了大量的轻量化改造，更具棱角分明的线条风格。这款变种自带洛克南 LP945 微型反射瞄具、伏击泰克超轻枪托以及灵巧快手特长三个配件，主要提升了换弹速度和举枪移动速度，更适合在狭窄范围内通过举枪精确瞄准去清理房间角落。对外观有一定要求的玩家可以选择这款蓝图。而在当前的第二赛季中，玩家在购买战斗通行证并同样达到65级时，可以解锁 M680 蓝图海湾追踪者。相比上一款蓝图的特色，海湾追踪者要逊色不少，只是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沙色迷彩涂装，而配件方面则选择了 XRK 防滑战术护目以及伏击泰克追踪者12型提升举枪瞄准速度，但是却额外添加了一个格格不入的洛克南 C480 精英瞄具，不仅和霰弹枪自身的定位相违背，而且和前两个配件对弹枪速度的增益效果相抵消。我尝试配合独头弹用来中距离使用，但效果仍不理想。当玩家在商店花费 CP 购买战术优势套装时，即可获得史诗品质的 M680 蓝图墙角关怀。这款变种和上一个变种类似，全枪增加了无损耗的沙色数码迷彩涂装，在颜值方面还是比较过关的。但是这款变种自带枪口收缩器、30英寸 XRK 比赛枪管以及双配置蓝的洛克伍德高精度护目四个配件。前两个提升弹丸精度和射程的配件我还能理解，但是频繁出现的双洛克伍德的奇葩搭配，除了提升颜值以外找不到任何用处，这也就导致这款变种的弹枪速度极其的迟钝，的确只适合在墙角处等待敌人并给予特殊的关怀。当玩家在商店花费 CP 购买帝王之铠套装时，即可获得史诗品质的同名 M680 蓝图。帝王之铠机匣和护目上的铭文以及握把上的14吨花纹，让这款蓝图的外观低调但不失细节。帝王之铠自带枪口收束器、5毫瓦激光拆除枪托以及 XRK 防滑战术护目四个配件，是一款专注于高机动力和高反应速度的近战搭配。尤其是拆除枪托配件对 M680 可带来非常明显的移动力加成，同时只需要承担微不足道的后坐力方面的负面影响，在狭窄空间内能够充分的施展拳脚。当玩家在商店花费 CP 购买奢华军械3套装时，即可获得传说品质的 M680 蓝图漆黑贝蒂。
和以往的奢华军械系列武器一样，漆黑背地也是通过金色和黑色的搭配，主打轻奢的视觉风格。这款蓝图自带18英寸 XRK 解放者枪管、 XRK 防滑战术护目、5毫瓦激光、科普战斗全息瞄具以及伏羲泰克追踪者12型5个配件。除了全息瞄具比较违和以外，其他4个配件对 M680 的性能都有一定的帮助。虽然这套搭配和 M680 的最佳配置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整体方向还是值得玩家参考，并不会起到南辕北辙的效果。那么无论和前作相比，还是在本作的环境中来看， M680 都是一款非常合格的崩动霰弹枪。它的致死射程并不如大家想的那么不堪，和当前版本的725相比，在单个弹丸威力完全相同的同时，其实在射程衰减上也只有1米到2米之间的差距，但是换来的是更好的续航，更适合于持久性作战。而且崩动霰弹枪一枪一个人头的手感也会带来独特的战斗节奏和快感，这是其他霰弹枪所无法给予的。相比之下， M680 对玩家的走位要求比较高，但是只要突入到敌方战线的后侧，团灭敌人经常也是家常便饭。可以说 M680 的优势是在续航和威力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平衡点。但是阻止 M680 成为喷子一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便本作中霰弹枪的射程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架枪系统的加入对霰弹枪这种依靠面杀伤而非点杀伤的武器来说更加不利。除了训练场、码头这类小地图以外，霰弹枪很难成为主流武器，也就导致玩家更倾向于选择霰弹枪作为近战防身武器。而 M680 最大的缺点就是较低的容错率，只要打空一枪就要面对非常不利的局面。相比无论是725还是290都具有更低的上手门槛和更好的补枪效果。其次， M680 非常依赖于配件的增益效果，在低等级时的手感十分的生涩，致死率也不是特别理想，裸枪和满配时的性能差距过大。同时 M680 只有在举枪射击时才能够体现出中距离的高威力性能，若使用的方法不当，像其他霰弹枪一样依靠腰射，往往会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也就导致了玩家在初期的挫败感可能会让其放弃继续尝试这款武器的念头。那么关于 M680 的配件选择，可以遵循独占至上的原则，也就是选择武器独有的配件往往能有更好的效果。首先可以增加 25% 射程还能消音的 FSS 掠夺者消音器，前面已经介绍过，可对 M680 伤害带来质的提升，属于必备配件之一。其次， XRK 防滑战术护目也是 M680 的独占配件，相比于同类型的莫克前握把， XRK 护目不仅提升的抬枪速度更多，而且对移动力的负面影响也比后者更小。枪管方面自然是追求射程最大化的18英寸 XRK 解放者枪管，其具体的性能前面已经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鉴于 M680 更多的追求举枪射击精度而非腰射性能，因此选择可提升40毫秒抬枪速度的战术激光要比5毫瓦激光更适合 M680 的定位。而且离 M680 的大威力和冲锋为主的战术，激光暴露自身目标的缺点也基本可以无视。最后一个配件，实事求是的讲，拆除枪托的效果不容忽视，举枪瞄准速度可提升40毫秒，同时大幅度提升 3.5% 的移动速度和 15% 的抬枪移动速度。但如果你不满意它的颜值，那么选择类似功能的伏羲泰克追踪者12型枪托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只是增益的幅度要稍微逊色一些。和其他武器不同的是，这套 M680 配置应该是当前版本中最优解的方案。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也欢迎在评论区中进行分享。那么以上就是本期使命召唤现代战争武器指南的全部内容，这期提及的相关数据基于2020年2月14日的版本进行实际的测量。那么大家对于 M680 霰弹枪有更多的心得和看法，欢迎继续在评论区中继续分享。那么各位士兵，本期视频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会。